你咁肯定文华有贩毒咩？你真天真啦，定系假天真啊？你同我一样，应该都好清楚文华一个咩人。死性不改是他的本性，他而家喺出边散紧啲何卡因。当我清晒啲货之后，要再拉他就好难。你一个是 win-win 的交易，你唔好忘记你以前都是文华的拍档。只要大罪立功，先可以帮到你自己，同埋林可儿。你可以再考虑一下。反正林小姐仲要拘留多两日，喺佢走之前，我希望可以得到你嘅答复。睇嚟佢哋差唔多劳完口供。林小姐，好多谢你嘅合作，但我哋要将你继续扣留。林小姐，如果喺扣留期间佢哋要再次同你劳口供嘅话，你一定要通知我，我喺现场先至可以讲嘢。我知啦，石灯。帶鄭律師搞埋啲手續。Jacky， 安樂，你唔使驚啊，冇事噶，好快咧就可以出嚟噶啦。你當放兩日假喺入邊休息一下，咩都唔好諗，啲時間咧好快過噶啦。到時我同阿 wing 會一齊嚟接你噶。Jacky， 麻煩帶林小姐翻拘留室。林小姐，跟落嚟。好，我陣間揾人送過去。點啊，安樂，見到孤兒未啊？佢冇事啊嘛。放心，佢冇事。安樂啊，你帶埋阿 wing 翻去休息一下先啦。我會留低同阿鄭律師傾下點樣處理 Corey 嗰單 case 嘅。阿 wing 啊，聽日翻到 office 之後，記得幫阿 Corey 請假，記住件事撳得就撳，千祈唔好讓出去啊。我知噶啦。你同我一樣，應該都好清楚文華一個咩人，死性不改係佢嘅本性。佢而家喺出邊散緊啲何卡因，當我清曬啲貨之後。要再拉佢就好难。放心啦，郑律师讲过，佢话律政司真系提出起诉，都应该入唔到罪，所以唔使咁担心。嚟，你哋翻去休息一下先啦。安乐，行啦，走啦，安乐。你见到咧？叶 Sir。你應該知道批毒品唔係屬於 Chloe 噶，佢擺明俾人哋插莊家禍。你唔係叫一個無辜女仔坐冤枉監啊嘛？佢坐唔坐監唔係我話事。如果到時揾唔到證據證明佢無辜嘅，我都冇辦法。鄭福田批貨喺我度，有本事拉我，葉 Sir。我等你啊！你等我啊，安樂。
肚唔肚餓啊？想食啲咩？我落去canteen買俾你。唔使啦，唔餓。我特登嚟攞件衫俾你。件褲係件衫係徐安攞托葉穗俾你嘅，可能佢驚呢度冷氣大。如果你仲覺得凍嘅話，我可以叫同事攞張籤俾你。唔使啦，夠暖。咁我唔阻你休息啊。同埋徐安樂留低咗啲嘢喺衫袋度俾你。本來按規矩我應該攞走佢，但係今次但我睇唔到。信心，当我未如愿，譬如大风吻寒送我暖，亲切眼光输我暖和倦，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，长长路中走到哪里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，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，因有着你跟我一起，亲爱的你，你觉得徐安乐会唔会帮我哋？我都唔肯定啊。你话咧？你觉得佢会唔会为咗林可儿出卖文华？女人嘅直觉话俾我听，佢对林可儿唔只系普通朋友嘅感情咁简单。我谂佢好快就会答应。你咁肯定？你咁啱同我输到啊！如果佢应承嘅话，你就同周 Sir 讲。放佢调翻去失踪人口调查房，正式入职调职嚟我哋 M B 度。咁如果徐安乐唔应承咧？唔应承嘅话，咁呢个 case 嘅行动打后全部都你话事，你话点啊点啊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而家睇紧 T V B U S 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嘅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